做得好，首先是鲁班。这段《百鸟朝凤》啊，是王凤山王先生的遗作，当初呢由这个著名的作家姚希云他执笔写的。那么呢，由王先生的首演成功，姚希云非常高兴，去王先生家串门，特地送给他两条好烟，恒大。当时是好烟了，就这段《百鸟朝凤》。欣赏完何老师这段快板之后呢，我们欣赏一段相声。由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于宝林先生两位高足，一位是我的师傅陈明志，一位是我的师叔邓继增，二位老先生都老到一块儿去了，给各位表演一段传统相声《老老年》就行。对了，今天这天气不好，嗯，可能下周啊，嗯，可能在中期还有小雨儿，您听听，还得降温哦，还得冷。现在出来听相声啊，您最好多带点衣服，哎，穿上多点。常言说得好，嗯，饱带干粮，热带衣。哎，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没错。现在天气不算太正常哦，别管怎么说吧，啊，现在多冷啊，多热呀，啊。要跟老老年间比起来，比老老年间强得多。啊，老老年间啊，老老年是什么样？倒退20000多年以前。我，你年轻没赶上。哦，我是没赶上。对，你赶上了。我也没赶上。这你不废话吗？我知道，我了解，我听人说过。是吗？老老年间呢，啊，要冷，冷的要命，要热，热的邪乎。冷有多冷啊？多冷啊！老老年间要赶上冷天，嗯，人们走在大街上一吐痰，哦，这口痰还没到地上了，怎么着？冻上了。冻上了，到地下之后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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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咕噜老远的，好，变成球了啊。弹球，弹球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是老老年间留下的。哦，这弹球是老老年间留下的。哎，哦，老老年间，嗯，要赶上家里头吃包饺子啊，一看瓶子里没醋了，那不行啊，离不开呀，啊，叫孩子赶紧买去。对啊，天冷啊。哎，小孩拿着空瓶子，嗯，出门就跑。嚯，买完了醋，嗯，拿着瓶子往家跑。哦，走半道摔个跟头，嗯，瓶子摔碎了，完了全糟践了，把醋取回来了。哎，啊，拿个大三冰棍回来。冰棍就是老老年间留下的。哦，这也老老年间留的。嘿，好，嗯，老老年间，嗯，没有楼房啊。是啊，那阵都是平房。没错，家里没有卫生间。哦哦，都是公共厕所。哦，就叫茅房啊。啊，大家去一个厕所。哎，对对对，老老年间要赶上冷天，嗯，人们去厕所结大便，怎么样？不带纸。哎，啊，不用手纸，带一根棍儿，拿着棍儿去拉出来，赶紧往下帮。是啊，哎呦，慢一点就冻上。嚯，哎，哎，假如说啊，他去的时候忘了带棍儿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，怎么办？看谁蹲你旁边。哦哦哦，跟他客气客气。嗯，老蒋，借您那冻棍儿使。借棍儿使啊，我帮，嗯，帮完再给他。不对啊，怎么呢？半天没来一个人怎么办？嗯，那啊，麻烦了。怎么？赶紧起。起。提了裤子啊，找平地方往回坐。哎，坐回去啊，像话吗？还坐回去？现在留下一句话。哪句啊？俩人在大街上一矫情就用上了。是吗？兄弟，兄弟，这事儿没有啊，我烦你办事的时候你可答应了。嗯，没想到到关键时候，嗯，你拉完了又坐回去。呵，这句话就这么来的啊。这是这么来的，知道了吗？一考我都听着新鲜。哎，啊，这是冷天。哦，热呢？老老年间要赶上热天啊，只要是赶上热天，晴天有太阳啊，有多急的事儿怎么着也不能出去办。那怎么不行啊？啊，
怎么不行啊？一出去啊，拿太阳一晒，哎，这脑袋头发撕拉都没了啊，烧没了，没了。哎，这么快变秃子了？哦，变成大秃子了，一根头发都没有了。哇，咱们头次听说啊，这秃感情是晒秃的啊，还不是得病得的啊？得病干嘛？晒太阳晒。哦，晒秃的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有一种秃子啊，它是前边秃啊，后边有头发，后边有。哎哎，有有有有，对，有有有。起哄，我怎么起哄呢？多谢你。哎，有这样的，前边秃，后边不秃，有。你甭看我，你看我干嘛？我这掉头发掉啊！甭看我，哎。我明白了，哎，我明白了。怎么着？我刚一说呀，嗯，老老年间，嗯。有太阳，对，一出屋，嗯，一晒头发都没了，嗯嗯，马上你给我出一道难题，你说了前边秃后边不秃，嗯，这是怎么晒的？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惦着考我？哎，没，考不住啊，考不住，考不住啊！刚才是我说的，啊，你说的，我现在就能给你解释。完了，我听听你怎么解释？为什么前边秃后边不秃？对，这是太阳晒的，哎，这也是晒的，晒的。行，嗯，说。怎么晒的？怎么晒的？哎，那天，啊，那天啊，怎么着？那天阴天，阴天，阴天，阴天没太阳，对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哎，没太阳，对，没太阳可以出门办事吧？可以，可以。赶紧在屋里头洗脸换衣服，嗯，一切准备好了之后，嗯，一拉门，嗯，刚迈出一条腿去，是，坏，怎么了？他在屋里头洗脸换衣服，嗯，外边天气有什么变化他不知道，也看不见，外边晴天了，哦，出太阳，哎呦，他不知道，是拉开门迈出一条腿去，嗯，前半了脑袋出去了，嗯，后半了脑袯还在屋里头了，对，刚一探头，嗯，拿太阳一晒，滋啦，嗯，把前边晒秃了，后半了脑袋在屋里头了，没晒着，嗯，所以前边秃后边不秃，你懂吗？哎，哦，行行，明白。我这不是晒的，我这是。别提你，哎，行行，不听我。那两万多年以前的事儿啊，我也现在晒不了了啊。对，你也活不到两万年。哎，你活得到？像话吗？哎，想起来了。还有一种秃子，什么秃子？他后边秃啊，前边不秃，后边没头发，前边有头发。哎，问你这种秃怎么秃的？这你给解释解释。前边有头发，有头发，后边是秃子。哎，有秃子，没头发，哎，怎么秃的？晒的，怎么晒的？拿太阳晒的。哎，太阳怎么晒的？怎么晒？你听着，啊，你听着，啊，你说呀，你看你着急干嘛呢？不是我着急，你说，哎，你们问怎么晒的吗？哎，问怎么晒的？哎，阴天你懂吗？懂啊，阴天没太阳，你懂吗？啊，你刚才说了，哎，啊，对呀，啊，阴天没太阳，啊，他赶紧出门办事去，是，办完事儿回家，哦，注意啊，嗯，回家了，快到家了，啊，还差个三五步，嗯，就要到家了，是啊，就在这时候，嗯。晴天了，哟，要出太阳，坏了，赶紧跑！对，跑到大门那儿，一拉门，嗯，迈进一条腿去，哎，前半了脑袋进屋了，嗯，后半了脑袋还在外头了，啊，就在这时候太阳出来了，是，滋啦，把后边晒秃了。哦，他这秃的是前后晒呀，啊，啊，懂了吧？啊，懂了，行啊，谢谢，有能耐，好好，哎。嗯，我记得还这么一种秃子。你哪那么些秃子？我认识秃子认识的多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这种秃子叫俩秃子了啊，叫花斑秃。嗯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什么叫花斑？花斑秃就是啊，这儿有头发，这儿没头发，这儿有头发，这儿没头发，这儿有头发，哎，就吊着。这秃子怎么秃的？说呀。啊，花斑秃。有，太有了，晒的，这也是晒的，晒的，怎么晒的？说，太阳晒的，
我知道怎么晒的，你听着、啊、你说呀，你着急干嘛？我没法不急，你这太阳晒的啊，你有能耐说，听着，嗯，那天阴天，嗯，阴天，嗯，阴天，阴天，我知道，阴天可以出门办事儿，哎，就出门办事儿，对吧？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阴天没太阳嘛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可以办事儿啊，出门办事儿、哎，对对对，办完事儿他得回家呀，哎、得回家，得回家，嗯、啊，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啊，对了，这回对了，怎么对了？快到家了，哦，快到家了。可还没到家，是是，就在这时候啊，抬头一看，晴天了啊，要出太阳啊，怎么办？往家跑吧，离家还远。哎呦，跑不到家，太阳就得出来。哎呦，着急呀、啊，眼看太阳就要出来了。哎，对，他一着急，嗯，哎，到边上有棵大树，哦哦哦，他赶紧站树底下。嗯嗯，就在这时候，太阳出来啊，懂吗？懂懂什么？树底下花阴凉。花阴凉，哎，怎么拿树叶挡着的那地方啊？没晒着，哦，没打着地方，晒秃了，哦，所以这秃这不秃，这秃这不秃，花瓣秃，哎，哎，问还有什么秃子？我服了，我也不问秃子，我问秃子干嘛呀？你问什么？我问你，我不问秃子。你问我什么？问你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热的天儿。这日子怎么过呀？照样过，照样过，照样过啊！这吃饭怎么吃？啊，吃啊，随便吃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都不行，咱买盒饭了。人家用不着买盒饭。啊，哎，有个面包也行，像话吗？哎，我问你，吃什么？我想吃烙饼。烙饼烙啊，不买盒饭，烙饼啊，烙怎么烙？烙饼啊，烙热天啊，热天烙饼。对，和面，和面，擀好了啊，对，甭生炉子啊，不生炉子。他拿枪平着啊，把饼拿过来，吧唧往上一摔，哎，滋啦，赶紧翻过来，赶紧翻，慢了，慢了，糊了，就这么快，慢一点就糊，这就熟了，熟了。哎呦，吃烙饼就这么快，哎，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光有烙饼不行啊，啊，我得吃点菜，吃什么菜？我想吃点酱牛肉。对了，我吃牛肉，牛肉，吃牛肉，吃牛肉，嘿嘿，牛肉，哎，牛肉有啊，有便宜。多便宜，3老钱，3老钱买2头牛，啊，这牛啊，啊，牛啊，哦，知道，宰完了，剥完皮，剔完骨头，净肉400多斤，这牛小吗？不小了，3老钱买2头，俩，2头，哟，8块钱，哎呀，吃吧吃吧啊，还真吃不了这个啊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哦，这是牛肉，对了，要吃羊肉呢，妙清羊见过吗？见过，挺大的。不是大尾巴，小尾巴啊！对，大妙青羊。嗯嗯，2老钱买3只，2老钱3只妙青羊。哎呦，真便宜这玩意儿啊！哎，吃猪肉呢？初六啊啊！初六卖。我初六干嘛？初七也不歇班。我没问你初六初七啊！我问你，我吃猪肉。哦、猪肉。哎，你把话说利索。哎，我不利索啊！吃猪肉，猪肉带够了去。嗯嗯嗯嗯。吃猪肉，猪肉，嗯，1老钱1头猪，一头猪，但是、啊、这头猪得有规定，什么规定？宰完了剥完皮，嗯，剔完骨头啊，净肉100斤往上，100斤往上，1老钱1头，一个，比如说啊，啊，99斤半，怎么样？这算小猪秧子，99斤半算猪秧子，1老钱100，1个老钱买100猪。哎呀，太便宜了！吃吃吃！哎呦，哎，嗯，要是我吃点菜呢？吃那年头吃菜，吃蔬菜，蔬菜啊！1个老钱吃1年，吃一年转送，还送家里头，送家里头，啊、真好这个啊！嗯，哎，我想吃点素食，素食吃什么？我想吃面筋，有吗？跟背部这么大块面筋，你行吗？啊，1个老钱50块，哦，1个老钱50条棉被。啊，光能吃不能干，哦，不能干，干一身油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是是，哎，哦，这么便宜，哎，我想吃点豆腐，豆腐没人吃，这怎么呢？那谁吃那个？怎么？牛羊肉这么贱，谁吃豆腐？我就想吃豆腐。你想吃？啊啊，我告诉你，豆腐王掌柜的，啊啊，做完豆腐为难，着急。这为什么难？豆腐的东西鲜于水菜，啊，时间一长，啊，馊了。哎呦，对对对，掌柜的做完豆腐啊，搁门口，嗯，往那一站，嗯，等着，等什么？等熟人呢？还等熟人？一看咱这边过来个认识啊，赶紧过去，哎，鞠个躬，嗯，
请个安。好，足矣，够客气。然后满面带笑，嗯，二大爷，您上街买菜去？嗯，您看见了，豆腐刚做得，嗯，特鲜亮啊，是，特鲜亮。您吃两块，嗯，就两块，您放心，我不要钱，白吃不要钱，还白吃。你再看那位，嗯，不吃不吃，哦，不吃还不吃，别不吃别不吃。嗯，二大爷，你把篮子给我，你给个面，就两块行吗？嗯，少废话，不吃不吃，嗯。上礼拜吃两块豆腐，那是看你爸爸的面儿。嚯啊！少废话啊！你废话，反正俩嘴巴子一满脸花啊，打的豆王掌柜直哭啊！不吃不吃，打这个吧。这，不是，你这胡说八道，这叫啊？怎么着？胡说八道，这都没边儿了，你这都，啊没边儿，有边儿。哪有边儿？你告诉掌柜的。我告诉掌柜的干嘛？这是给你留着，你要豆腐边吗？对，罢了，你会吃啊？豆腐边吃死，知道吗？我要豆腐边干嘛？你要什么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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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话没边，我说话还有边，多新鲜！你告诉我这句话哪是边，哪是角，哪是棱，哪是当间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听完你这话，你是云山雾罩，你是哪一句话是云山雾罩？我告诉你，哎，豆房掌柜的啊，做完了豆腐，不要钱，白给人家吃。这豆腐房掌柜的有病啊？没病，没病。嗯，疯子？不疯。傻子？不傻。庙里许个愿，往人外送豆腐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嗯，既不疯也不傻，也没许个愿，干嘛？他没本吗？啊，开豆腐房没本吗？啊，他得有本，起码得把本钱赚回来，不能光图热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做完豆腐白给人吃，不吃啊，还得叫人二大爷，还得好听的，打住，还得还挨打。什么呀？话不少了，打住。啊，我问你，啊，豆腐房掌柜的有病？没病。疯子？不是。傻子？没有。许个愿？没有。还是的啊，还是的。对啊，不疯不傻不你啊，做得了豆腐白给人吃。是啊，还得给人鞠躬。就是嘛。怎么着？啊，还俩嘴巴子。对。人豆房掌柜的不为赚钱，就为凑热闹啊，有这么说话呢？哎，这样说话像话吗？不，我告诉你 啊，这么大人了，说话得有准儿，哎，不能天上一句地下一句，哎，说完了之后让人问住了不好看，我都替你寒碜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今年60多了，哎，没有你这么说话的，今后得注意啊，我告诉你。不，你等会儿，等这话谁说的？不能说这话，你说的啊！豆腐做得了白给人家吃，对，你说的。这句话是你说的。豆腐做得了白给人吃是你说的。这豆腐白给人吃是你说的，真是我说的。就是你说的，是我说的，就是你说的。去去吧，哎，到你这儿就去去了。你像话吗？你得说，你说清楚了，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说，是我说的，你说的，是我说的，我就负责。你负责，你说呀。你听着啊，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你说呀，你问谁呀？对呀，你问谁啊？你问谁？我问你。你当然你问我了。说我知道你不知道，你就得问我。我问你，你可说呀。你听着，你听来呀，你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？对啊，豆腐白给啊？为什么白给人吃？豆腐什么色的？这白的，白的啊。白给人吃，哎，白的白的，你白的就白给人家吃啊啊！那没出黑的给送家去，像话吗？记住了，啊，这样说不像话，知道吗？还得您知道不像话，我问你，哎，豆腐白给人吃，这样说不像话，知道吗？不像话是你说的，我问你，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你听着啊，你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对啊，它是这么回事，你说。当然了，我不说你不知道。当然了，哎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哎，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对啊，我问你啊。金街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金街有盛西服，卖帽子的。对，嗯，还有一家郑兴德，卖茶叶的。郑兴德，你买帽子去，卖吗？不卖。盛西服买茶叶有吗？买不来。懂了吧？懂。我懂什么了？我懂了。这你还不懂？你太笨了。我没问你帽子茶叶，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这样说话呀？啊，这样说话不对啊！啊，你听着啊，豆腐。啊，对对不对？什么对不对？哪儿对不对？豆腐对了，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？因为是这么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豆腐房掌柜的他不是掌柜啊啊，不对，他是掌柜，不是，他是掌柜的。你说掌柜的，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
你听着，他又是掌柜的又不是掌柜的，你听着这句话好像是矛盾。怎么好像就有矛盾？矛是矛啊，盾是盾，是懂吗？我知道，搁在一起才叫矛盾。哎，矛盾知道是什么？什么？古时候打仗啊啊，用的那枪。对，张飞啊，张飞手使大八声炮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贼。行，打你！打住！我还没背完了，等看，我等你背完你什么时候？我问你，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说这个不说矛盾。哎呀，你记性真好，你还没忘啊？这话忘不了啊！你说我半天了，我能忘吗？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对，说啊，豆腐掌柜他不是掌柜的啊？怎么着？你还折腾掌柜的？他是猪贩子，这猪贩子，猪贩子。他用一个老钱买了一百头小猪秧子，我问你，猪秧子吃什么？吃豆腐渣呀。豆腐渣哪儿来的？做豆腐剩的。对，先出豆腐后出渣。没错，豆腐掌柜的做完豆腐用豆腐渣喂小猪秧子、哎、小猪秧子一个老钱买一百、嗯、吃豆腐渣长大了、嗯、哎猪秧子长大了，是是，每个都超过一百斤，嗯，一个老钱买一百、啊，超过一百斤，他一个老钱卖一头，对，一个老钱、啊、赚九十九头小猪秧子、嗯、所以豆渣喂猪，豆腐白给人吃，懂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太笨了你，哦哦，多赚出来九十九个老钱，豆腐就白给人家吃，你刚明白？不对的。不对，我没问你那，你问什么？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？我没问你猪卖多少钱啊？说对啊，我说我不能说了，你怎么不能说？他就得用豆渣喂猪，豆渣喂猪啊？啊，他不能连豆腐一块喂吗？啊，豆腐不吃猪，哎、豆腐会说人话吗你？谁不会说人话？什么叫豆腐？那叫猪不吃豆腐。对呀、啊。猪不吃豆腐啊？是啊，豆腐那东西鲜于水菜，不瓷实。哎，豆渣瓷实啊，用豆渣喂的小猪秧子啊。哎，这么大个儿，我称人腰二百多斤。哎，用豆腐喂的猪啊，这么大个儿，嗯、啊，我称人腰啊，四两五。哎，有四两五的猪吗？告诉你，豆渣瓷实，豆腐不瓷实，所以豆渣喂猪，豆腐白给人家吃。哦，就豆腐白给人吃啊？他不会喂豆子吗？他非得喂豆渣吗？啊，说。啊，猪不吃豆子，不吃豆子，猪没牙，不像话。老老年间猪没有牙。不，乾隆，乾隆，清朝的皇上，啊、我知道，第四帝。嗯、啊、嗯，清朝在官里做了十帝皇上。啊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靖、道光、宣统、顺治、光绪、宣统。对对，你折腾完掌柜就折腾皇上，是不是？啊，听着，你听着啊，乾隆是第四帝皇上。对，我知道。他下江南啊，到江南一看啊，哎呀，有好些猪啊，啊，都没有牙。嗯。乾隆急了，是这猪怎么没长牙呢？啊啊！地上，我是皇上，亲口预言，嗯，我回到北京，你们通通得长牙。呵，日本，哎，到了北京，你再看猪，哗，把牙都长出来了，知道了？哎，乾隆，嗯，下江南以前猪没牙，嗯，下江南以后，嗯，猪才长的牙，所以猪吃不了豆子。哦，吃不了豆子，哎，他不会喂豆彩子吗？等我碎了喂豆彩子，啊，不行，怎么不行？豆啊。豆柴啊，豆柴子是生的，是吃完了猪一喝凉水啊，他闹肚子，他闹一闹肚子，他想抽白面，猪抽白面，老老年间的猪都抽白面，这不像话，这个生的不行，生的不行，你糊熟了吃，你傻帽，什么猪不熟？为什么老老年间没有火？哦，嗯、啊，坏了，我傻帽，什么没火怎么做豆腐？就是、好好。说真事儿了，嗯，铁梁的事儿，反正离不开咱们团，嗯，对了，我说别人干了，说谁也不行啊，就说黄铁梁，就得说黄铁梁，嗯，黄铁梁这人，嗯，在我心目当中，我最敬佩的一个人，这还是好话，嗯嗯，您看尹孝生是我们团长，啊啊，我对他我都不是特别感冒，哦，跟他二五眼。为嘛呢？嗯，抽烟一天三包，嗯，喝酒一顿一斤，哎，黄铁梁，嗯，什么嗜好没有？哎，这点儿对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喝酒不多，嗯，一顿
一两酒，点到而已，点到而已。嗯嗯嗯，夫妻之间感情特别融洽，这大伙儿都知道。王铁良，嗯，不是咱们天津人，嗯，对，北京人，北京的。从5、6年来天津，啊，来天津在和平区相声队，啊，从北京三团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。他爱人，嗯，叫陈凤云，啊，都认识，唱戏和大鼓的，嗯，名家，唱挺好。2007年结婚，嗯，两个人恩恩爱爱，嗯，50年的夫妻，好啊。就今年热天，啊，6月，啊，6月份，6月，刚举行完金婚纪念，嘿，依着铁梁到饭店大办，哦，办一桌，陈凤云不同意，啊，陈凤云说没必要。哦，孩子们都不在家，嗯，都在外地，家里就咱老两口子，哎，干脆咱就在家里头，这也挺好。你爱吃什么，我心里有数。嗯，我今天给你做4道菜，保证你爱吃。嗯，他做菜还不错。嗯，陈永云下厨房，嗯，一会儿功夫4个菜做得了。哦哦，摆在餐桌上。嗯，做了一碗汤，酸辣汤，好，摆在中间。嗯，两口子，嗯，两把椅子面对面的。做好了，挺温馨的。哎，王铁良一看菜，嗯，有一道菜王铁良最爱吃，是吗？油焖大虾。呵，王铁良一看大虾，嗯，高兴了。对，赶紧，嗯，爬床底下。啊？问吃大虾爬床底下干嘛去？拿酒去了。哦，对对，得有酒。不就有30多年的酒了。哦。什么酒？佳酿。哎，佳酿存了30多年，哎，塑料瓶子里装的。啊，行了行了，1.7块一斤那玩意儿没什么，那玩意儿，哎，啊，盖上有块塑料布，哎，封着，哎，一猴筋儿，嗯，缠着，嗯，拿出来，嗯，拿俩高脚杯，哦，哎，好了，嗯，满上，嗯，王铁良，嗯，端起这高脚杯说那几句话，嗯，太感动人了。是吗？说什么了？冯云，嗯。凤云，谢谢你，嗯，谢谢你这50年对我的关爱。嘿，什么话也不说了啊，一切情谊都在这杯酒里头。嗯，我先喝，嗯，我干了，先干为敬。嗯，王铁良一扬脖，嗯，这一杯佳酿都喝下去。哦，再看陈凤云，啊，没喝，哟，掉眼泪，哭了。铁良，嗯，铁良，你别这样，嗯，你这样我不好受，嗯，我总惦着找个机会跟你说一说，嗯，一直没有机会，嗯，今天正好，我把我心里话告诉你，哦哦，我觉得呀，对不起你，怎么呢？最近这10几年，我把咱们新婚时候的那种感觉丢了，啊，没有激情了。是啊，我不知道你能原谅我。嗯，刚说到这儿，哎，黄铁良说话，说什么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嗯，嗯，别说啊。嗯，告诉你，嗯，年少是夫妻，老来是伴，什么话也别说。嗯，喝酒，好，喝酒。嗯，陈凤云，嗯，端起这杯酒，一饮而尽。嘿，够能喝。嗯，这杯酒喝完了之后，嗯，再看陈凤云，啊，满脸满身是汗。是啊，把毛巾拿过来擦呀。哎呀，嗯，王铁良心疼啊。哎，凤云，别别，别擦，别擦。怎么？太热了。嗯，家里没人。哦，就咱老两口子。嗯，干嘛呢？50年的夫妻了。哎，你还背我，我还背你吗？这没有必要。把上衣脱了。啊，脱脱。连口罩都脱。脱。哎，我也脱，我也脱。哦，全脱。嗯，厉害。俩人是赤膊上阵，哎呦，推杯换盏呐！哎呀，是王铁良啊，嘴馋呐！是啊，爱吃油焖大虾。对，陈凤云站起来啊，把油焖大虾端起来，嗯，烫着身子，嗯，给黄铁良布菜。好，布完了菜，嗯，再看陈凤云，嗯，俩眼水汪汪的，哦，两个腮发红，是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是吗？铁良，嗯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嗯，我好像把咱们初婚时候的感觉又找到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的前胸热热乎乎的。哦，黄铁良说一句话，没法不热。怎么？都打了他。咦、嗯。